大家好，搬了新家，这今天新搬的家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为了方便自己，就去麻烦别人。这样呢是非常，怎么说呢？还是尽量不要吧。比如说我今天，因为我搬家嘛，如果，所以呢，其实有很多朋友他都有车，我可以让他们，开车来帮我搬家，但是呢，我就没有。租的车，租了2个小时。搬家的时候呢，我还有3个朋友帮我一起搬家，但是我并不希望他们搬很多趟，所以我自己呢，把一些东西呢，先自己呢，就是人力搬过来了，剩下的东西呢。就一趟车，然后就运过来了。不然的话，我的这些东西至少要运到2趟，多的话可能要运到3趟。所以这样一趟就过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只要把行李搬到车上，再从车上搬到我的房间就够了。虽然说，从自己家，然后搬东西，然后走路搬过来，是有点麻烦啦，而且也不是个很轻松的活儿。但是呢，我一想到到时候会耽误人家的功夫，还会额外浪费人家的力气，那就算了吧。所以。如果让我重新选的话，我还是要的，还是要自己先搬一点东西过来，剩下的东西就一趟过来，不去耽误更多的时间和别人的力气。我觉得这样很好的，所以呢，所以我就是尽量不找人帮忙。绝对不想干说为了利益自己而麻烦别人，加油！